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们是美食团队，今天呢，我们团队决定了要装修我们的宿舍这里吧。好，那我们准备，在这里养鸡和养猪，就是、准备快过年了吧。所以呢，我们先养猪，然后到年底的时候就可以有，猪肉吃了。过年有猪肉和鸡肉吃。现在我们要处理这些的草。这个是、猪圈吧、这是猪圈，准备、把这里搞干净，然后烧完。我打算在这里搞个小房子，在这里可以喝茶，然后、看那边的风景、然后啊，家的前面就种一些那个树和花，到时候特别美。努力干活，今天去完了，现在就要干活了。什么时候都干活了？这个是干重活。啊？有吗？喂，南瓜，南瓜啊，还有南瓜。我们，你种的是吗？他说之前他们把那个粽子扔在这里，然后他现在长出来结果吧。哎，过来，你捞干干妹，我冷，就煮那个排骨汤。别的按。有，还有啊？这小，但是很好吃的，这种啊，不会用来煮。喂，这个煮汤很甜的。喂，这个水果好多啊！你们看，好多啊。那边做一个小房，做小房，做一个小房喝茶。喂，然后种花，用来喝酒。喜欢吗？在家里睡觉很热。很热。好。然后热的时候就来出来喝茶。对，出来睡觉啊。睡觉。喂。好多南瓜。对，中招啊！你会做？放在盆里面。先处理掉这些。休息吃水果。有水果吗？有，冰箱里面。黄瓜。有黄瓜。小猪啊。拿鸡过来这里烤吧，因为有猪了。哎呀，你去拿吧，拿鱼。我猜里面肯定有那个老鼠，一会我们把那个找那个老鼠吃。敢吃吗？因为就闻到肉的味道了。对。俊哥，去买肉过来烤。OK。等我们养鸡大了，我们就在里烤。现在我们要、处理这些，就是。门口，这里我们想种花吧。对，来这里就很漂亮了吧？对，两边路都有。刚进来的门口就看到路边的花，就觉得很美。这种花不太美吧？对，这种花不美，也老了，所以呢，先处理它，然后准备种新的花。
现在啊，看谁的屁股大。安徽不是屁股了。安徽就是屁股最大。你的。小竹来看。你自己拍你的吧。小竹是第二，小鹏是第三，我是第四最小。看你最大。对，俊哥是最大的，我们是最小。俊哥是最大。对。没有。你自己拍你的吧。啊做梦。加油加油。您给多久了？干嘛你不行呢？要的。哦，累吗你们？累。累啊！一会儿有去买啊，烤鸡肉和奶茶给你们喝啊。因为呢，我们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做了吧？坐这里太累了。哎、啊，我们呢、啊，等几天后就买猪过来养。再就是打扫卫生，砍这几棵树吧，太脏了吧？哦，好累。哦、好热啊！喝奶茶吧，休息。因为聚美肉来喝，来喝。喝奶茶，我们去奶茶吧。薄荷的，我看，这是草莓的味道。哇，好凉快啊！我们洗手吃肉，洗干净点啊，来去吃肉了。鱼吗？这是鸡肉，我们没有时间做的，所以呢买了一只。看起来。看起来好吃吧？拿出来。因为你不去洗手哦。摸猫就不洗手就过来这里吃了。你刚养的吗？邻居的。喂。来来来，我们吃吧。我们家好有福啊，都有狗和猫过来。这条狗天天都来的。对啊。嗯。每天晚上都来，但是我们没有什么给它吃。它喜欢我们的吧？不是啊，它来这里，跟我们吃。跟你们吃，就是
我们老家烤鸡的，一只是15万，对，15万一只鸡。15万。嗯，以后我们养好的鸡嘛。你先来吧。你们每个人各腿吧，大腿。 哇！撸，买呀，买的。哇！喵。粉的呀？豆干，割蹄的没？割蹄，割蹄头没？给你割，给你割粉的。哎。你们每个人一个很大的鸡腿吧？对呀。就够了。然后你就拿全部。嗯，我吃全部。 开玩笑的，我吃一点点的。你要吃多啊？我要吃点，我太胖了。我看你做也很累，你要吃多点。谁做都累的吧。我们就是做一半天，就好了这样吧。啊，一半天。嗯。好。 给他吃。哎，狗，来吧，吃鸡腿。请大家。请大家。好吃。有点硬是吗？嗯，肥。 然后呢，就是竹笋汤的，竹笋和排骨，一碗是2万越南钱吧，硬的是吗？哦，好了，下来我就过来一起吃吧。 嗯，好硬啊！等一下，小狗，大狗了吧？啊！今天呢，我们非常硬。 今天呢，我们做好了很多，然后明天早上我们就做点就好了，就干净了。嗯嗯。干了。嗯。油的很多。 谁都有份，人有份，猫有份，狗也有份。啊，你们吃饱了吗？太饱了。休息一下，明天早上就过来这里打扫一点卫生啊，就好了。 好了，今天我们的视频结束了吧，谢谢大家观看呢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